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又到了赶集的日子，然后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去转悠赶。猪肉25，买两个给他俩一家挂一个啊。这个多简单，要越简单越好，要不他俩个吃。它上面是没啥东西的那种，那就这个呗，啥也没有，带一下铃铛，哎。这个行吗？大众也行哈。这个能摘，这个拿了吗？那粉的拿这个，买两个一样的，他俩不抢。我看这个粒儿咋卖？香包，小包，大门上，行。看我们这儿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多，都来赶集来，特别热闹。乡村小集市。买半俩西瓜吧。我家这是全小的，西瓜刚切的吗？刚切的。刚切的。多少钱一斤？现在西瓜录像的不要钱。录像不要钱。拿吃就完了。拿吃就行。东北人就这么敞着，跟你说。那咱这家放心吧。给5块钱吧。给钱呢，不给钱也行啊。那不行。多少钱一斤？七块五，给喝吧。这个吧。来个大点的。这个大。这个大。嗯。买鱼直接就给顺便给磕了，回家还省事儿。磕了。快呀，踢秃就完事儿了。你就拽个长的呀，一把踢出去。回家你洗一洗就完事儿。嗯。啊。来。全写了啊。走吧。现在买完了鱼，又买了一箱鸡蛋。啊，没事儿，走吧，现在已经赶完集了，然后准备回家。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，喜欢大龙的视频点个关注。